报院会现在继续开会，在进行讨论事项之前，先处理变更议程之提议，并截止收案。我们依提案先后顺序处理。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十一案，先进行第一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及第五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整理为讨论事项第一案内容如下：一、本院交通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七条及第八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曾明宗等十六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九条、第三十五条及第六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亲民党党团委员李鸿钧等十七人，委员郭振亮等十七人，委员赵振宇等十六人，委员陈曼玲等十九人，委员黄伟哲等十七人，委员赖瑞龙等十七人分别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邱世伟等二十二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五条及第六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时代力量党团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五条之一及第三十五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委员郑宝兴等十八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五条及第三十五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卢秀燕等三十四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肖美琴等十九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四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及委员肖美琴等十九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六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二、本院委员吴志扬等十六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团，现在先按铃七分钟，并发表决卡，请按铃。
请问现场的各位同仁，有没有人还没拿到表决卡？好，都有表决卡。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66人，赞成3人，反对60人，弃权3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二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期第5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增订为讨论事项第二案，内容如下：本院经济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委员孔文吉等19人，委员周春敏等20人分别领具矿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林淑芬等24人领具矿业法修正草案，时代力量党团委员古老师尤达卡等17人，委员郑天才等17人分别领具矿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肖美琴的23人领具矿业法修正草案，亲民党党团委员苏振清的25人，委员陈廷飞等17人分别领具矿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陈莹的23人领具矿业法增订第6条之1及第72条之1条文草案。行政院函请审议矿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委员尤美女等17人领具矿业法修正草案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刘委员建国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65人，赞成3人，反对6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三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期第5次院会进行变更议程，增订为讨论事项第三案，内容如下：一、行政院函请审议国家机密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姚文智等22人领具国家机密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吕森林等18人领具国家机密保护法增订第22条之1条文草案，委员刘世邦等16人领具国家机密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罗志胜的20人领具国家机密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陈明文等18人领具国家机密保护法第26条条文修正草案等6案。二、时代力量党团领具国家机密保护法第32条、第33条及第34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
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民进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林委员书分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67人，赞成3人，反对6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邱颖委员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4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期第5次约会建请变更议程，增订为讨论事项第4案内容如下：行政院案情审议集会游行法修正草案，委员郑丽君等35人领具；集会游行法修正草案，委员陈丁飞等23人，委员苏志芬等18人分别领具；集会游行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林淑芬等20人，委员陈明文等21人分别领废止。集会游行法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无异议？有异议，我们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68人，赞成3人，反对61人，弃权4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5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期第5次约会建请变更议程，增订为讨论事项第5案内容如下：行政院函请审议医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院委员陈莹等16人领具；医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林淑芬等25人领具；医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院委员刘建国等20人领具；医疗法第35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等4案宣读。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议？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民进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65人，赞成3人，反对60人，弃权2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6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期第5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增立为讨论事项第6案，内容如下：民进党党团拟具私立学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张廖万健等19人拟具私立学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宣读完毕。请院会对本案有异议？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王委员定语声明，对刚才所有的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65人，赞成3人，反对6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7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期第5次院会，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私立学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自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抽出经复二读，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院会对本案有异议？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66人，赞成3人，反对6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8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期第5次院会，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无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协议处理条例草案。案自内政委员会抽出进覆的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院会对本案有异议？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民进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68人，赞成3人，反对6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9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七会及第5次院会，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93条11条文修正草案，自内政委员会抽出进覆恶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议？有异议，我们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66人，赞成3人，反对6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10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七会及第5次院会，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93条14条文修正草案，自内政委员会抽出进覆恶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议？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赵委员天麟声明对刚才之所有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67人，赞成3人，反对6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11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七会期第5次院会，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中华民国刑法》增订第163条之1条文草案，自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抽出进覆恶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议？有异议，我们进行表决。针对本案，民进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67人，赞成3人，反对6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民进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2案，请议事人员宣读第一案提议内容。本院民进党党团拟请院会将委员萧美琴等16人拟具《国家运输安全调查法》草案自委员会抽出进覆二读，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照案通过。现在处理民进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二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民进党党团拟请院会将委员萧美琴等17人拟具《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组织法》草案自委员会抽出进覆二读，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照案通过。报告院会，现在进行讨论事项。讨论事项第一案，陆海空军军官士官任职条例第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于107年12月27日召开联席会议审查本案，由召集委员周顺明担任主席。除邀请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旨外，相关机关亦应邀指派代表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询问。与会委员于报告询答完毕进行逐条审查，将全审查文具原经决议本案审查文具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周顺明出席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周委员出席补充说明。周委员没有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刚才那个案子陆海空军没有按到军官士官任职条例，请宣读第7条。第7条，军官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调职：一、编制编组变更或任务需要；二、为调节专长营缺需要；三、因一经历管理需要；四、借其任期届满或工作绩效优良；五、入学受训或训毕分发；六、地区轮调期任职不当；八、已晋任高阶或预定计划晋任；九、人地不宜或工作不利；十、经国军医院鉴定久病不愈、受伤或身心障碍致不能服刑限职；十一、其他重大原因必须调职者。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7条，军官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调职：一、编制编组变更或任务需要；二、为调节专长营缺需要；三、一、经历管理需要；四、任期届满或工作绩效优良；五、入学受训或训毕分发；六、地区轮调期任职不当；八、已晋任高阶或预定计划晋任；九、人地不宜或工作不利；十、经国军医院鉴定久病不愈、受伤或身心障碍致不能服刑限制；十一、其他重大原因必须调职者。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陆海空军军官士官任职条例第7条条文修正通过。王定宇委员、管碧委员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二案，军事审判法第11条及第4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于107年12月27日召开联席会议审查本案，由召集委员周顺明担任主席。除邀请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旨外，相关机关亦应指派代表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询问。与会委员于报告询答完毕进行逐条审查，将全案审查完竣，另通过附带决议一项。原经决议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周顺明出席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周委员出席补充说明。没有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
本案经议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军事审判法，请宣读第十一条。第十一条，军法官由国防部就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依法任用之：一、经军法官或司法官考试及格者；二、经律师考试、司法事务官考试、检察事务官考试或公务人员高等考试法制类科及格，并经国防专业训练合格者；三、曾在公立或经立案之私立大学、独立学院法律学系或法律研究所毕业，而在公立或经立案之私立大学、独立学院任教授、副教授三年、助理教授四年或讲师五年，讲授国防部所定主要法律科目二年以上，有法律专门著作，经审查合格，具有兼任职任用资格，并经国防专业训练合格者，前项第一款军法官考试由考试院举办，第一项、第二款、第三款人员甄选条件、程序、年龄限制与受国防专业训练之方式、课程时数、程序、成绩计算及其他应遵形式上之办法，由国防部定之。公社辩护人、关护人、书记官、访议官、检验员及通译之任用，除另有规定外，准用司法人员及其他法令之规定。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五条，被告证人、经理人及其他有关系之人，如有不通中华民国语言者，由通译传译之，其为听觉或语言障碍者一同。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十一条，军法官由国防部就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依法任用之：一、经军法官或司法官考试及格者；二、经律师考试、司法事务官考试、检察事务官考试或公务人员高等考试法制类科及格，并经国防专业训练合格者；三、曾在公立或经立案之私立大学、独立学院法律学系或法律研究所毕业，而在公立或经立案之私立大学、独立学院任教授、副教授三年、助理教授四年或讲师五年，讲授国防部所定主要法律科目二年以上，有法律专门著作，经审查合格，具有兼任职任用资格，并经国防专业训练合格者，前项第一款军法官考试由考试院举办，第一项、第二款、第三款人员甄选条件、程序、年龄限制与受国防专业训练之方式、课程时数、程序、成绩计算及其他应遵形式上之办法，由国防部定之。公社辩护人、关护人、书记官、访议官、检验员及通译之任用，除另有规定外，准用司法人员及其他法令之规定。第四十五条，被告证人、鉴定人及其他有关系之人，如有不通中华民国语言者，由通译传译之，其为听觉或语言障碍者一同。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军事审判法第十一条及第四十五条条文修正通过。继续处理审查会所作之附带决议，请议事人员宣读附带决议之内容。附带决议项，军法官考试性质上为军职任用考试，与宪法第八十六条所征公务人员任用资格、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均不同，并非宪法意义下之国家考试。为为确保军法官选材任用之公平公正性，军法官考试仍应由考试院办理为宜。有鉴于国家考试之举办是以考选业务基金之应费用，为避免非属国家考试性质之军职任用考试影响考选业务基金之健全性，用人机关国防部应自行编列预算，全额负担请办军法官考试之成本费用。宣读完毕。请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决定照案通过。讨论事项第三案，公务人员任用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于108年2月27日召开决定委员会议审查本案，由召集委员段宜康担任主席。除邀请主管机关说明提案要旨外，相关机关亦应邀指派代表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询问。与会委员于听取报告并询答完毕后，省略大体讨论进行逐条审查，将本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宜康出席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段委员宜康补充说明。段委员没有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
公务人员任用法，请宣读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各机关出任、检任、兼任、委任官等公务人员，经全序部全序审定合格后，呈请总统任命。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六条之一。第二十六条之一，各机关首长于下列期间不得任用或迁调人员：一、自退休案核定之日起至离职日止；二、自免职或调职令发布日起至离职日止；三、民选首长自次届同一选举候选人名单公告之日起至当选人名单公告之日止，但竞选连任未当选或未在竞选连任者至离职日止；四、民意首机关首长自次届同一民意代表选举候选人名单公告之日起至其首长当选人宣誓就职至；五、参加公职选举者自选举候选人名单公告之日起至离职日止，但未当选者至当选人名单公告之日止；六、宪法或法规未定有任期之中央各级机关政务首长于总统竞选连任未当选或未在竞选连任时，自次届该项选举当选人名单公告之日起至当选人宣誓就职止。地方政府所属机关政务首长及其同层级机关首长与民选首长竞选连任未当选或未在竞选连任时一同，其民选首长及民意机关首长受罢免者，自罢免案宣告成立之日起至罢免投票结果公告之日止；八、自辞职书提出停职令发布或受 免除职务、撤职、休职、惩戒处分判决之日起至离职日止；九、其他定有任期者，自任期届满之日前一个月起至离职日止，但连任者至确定连任之日止。驻外人员之任用或迁调必要时，得不受前项规定之限制；考试及格人员分发任用，不受第一项规定之限制。第一项规定期限内，机关出缺之职务，得由规定由限制人员代理。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八条。第二十八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任用为公务人员：一、未具或丧失中华民国国籍；二、具中华民国国籍兼具外国国籍，但其他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三、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后，曾犯内乱罪、外贿罪，经有罪判决确定或通缉有案尚未结案；四、曾服公务有贪污行为，经有罪判决确定或通缉有案尚未结案；五、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确定尚未执行或执行未毕，但受缓刑宣告者不在此限；六、曾受免除职务、惩戒处分；七、依法停止任用；八、褫夺公权尚未复权；九、经原住民族特种考试及格而未具或丧失原住民身份，但具有其他考试及格资格者，得以该考试及格资格任用之；十、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公务人员于任用后有前项第一款至第九款情事之一者，应予免职；有第十款情事者，应依规定办理退休或辞遣；任用后发现其余任用时有前项各款情事之一者，应撤销任用。前项撤销任用人员其任职期间之职务行为不失其效力，业已依规定支付之俸及其他给付不予追还，但经依第一项第二款情事撤销任用者，应予追还。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五条，蒙藏编制人员任用条例（以下简称蒙藏任用条例）废止后，原依法全序审定以编藏蒙藏边区人员任用之现职人员，得适用原蒙藏任用条例继续任用，至退休或离职时为止，但以调任中央各机关为限。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二十五条，各机关出任、检任、兼任、委任官等公务人员，经全序部全序审定合格后，呈请总统任命。第二十六条之一，各机关首长于下列期间不得任用或迁调人员：一、自退休案核定之日起至离职日止；二、自免职或调职令发布日起至离职日止；三、民选首长自次届同一选举候选人名单公告之日起至当选人名单公告之日止，但竞选连任未当选或未在竞选连任者至离职日止；四、民意机关首长自次届同一民意代表选举候选人名单公告之日起至其首长当选人宣誓就职至；五、参加公职选举者自选举候选人名单公告之日起至离职日止，但未当选者至当选人名单公告之日止；六、宪法或法规未定有任期之中央各级机关政务首长与总统竞选连任未当选或未在竞选连任
连任时，自次届该项选举当选人名单公告之日起至当选人宣誓就职至地方机关所属机关、地方政府所属机关政务首长及其同层级机关首长与民选首长竞选连任未当选或未在竞选连任时一同，其民选首长及民意机关首长受罢免者，自罢免案宣告成立之日起至罢免投票结果公告之日止，八字辞职书提出停职令发布或受免除职务、撤职、休职、惩戒处分判决确定之日起至离职日止。九、其他定有任期者，自任期届满之日前一个月起至离职日止，但连任者至确定连任之日止。入会人员之任用或签调必要时，得不受前项规定之限制。考试及格人员分发任用不受第一项规定之限制。第一项规定期间内机关出缺之职务，得依规定由现职人员代理。第二十八条，有下列形式之一者，不得任用为公务人员：一、未具或丧失中华民国国籍；二、具中华民国国籍兼具外国国籍，但其他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三、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后，曾犯内乱罪未犯罪，经有罪判决确定或通缉有案尚未结案；四、曾服公务有贪污行为，经有罪判决确定或通缉有案尚未结案；五、犯前额款以外之罪，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确定，尚未执行或执行未毕，但受缓刑宣告者不在此限；六、曾受免除职务惩戒处分；七、依法停止任用；八、褫夺公权尚未复权；九、经原住民族特种考试及格而未具或丧失原住民身份，但具有其他考试及格资格者，得以该考试及格资格任用之，时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公务人员于任用后有前项第一款至第九款情事之一者，应予免职；有第十款情事者，应依规定办理退休或资遣。任用后发现其于任用时有前项各款情事之一者，应撤销任用。前项撤销任用人员其任职期间之职务行为不失其效力，业已依规定支付之俸给及其他给付不予追还，但经依第一项第二款情事撤销任用者，应予追还。第三十五条，蒙藏边区人员任用条例（以下简称蒙藏任用条例）废止后，原依法全序审定以蒙藏边区人员任用之限制人员，得适用原蒙藏任用条例继续任用至退休或离职时为止，但以调任中央各机关为限。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公务人员任用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之一、第二十八条及第三十五条条文修正通过。讨论事项第四案，公正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于108年2月25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由召集委员段英康担任主席。除邀请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旨外，相关机关亦应邀指派代表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询问。与会委员于听取问和询答完毕后，进行逐条审查，将全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英康出席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段委员宜康补充说明。段委员没有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公正法，请宣读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另任为民间之公证人：一、年满七十岁，二、曾受一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之裁判确定，但受缓刑宣告期满而未经撤销，或因过失犯罪者，不在此限；三、褫夺公权尚未复权；四、曾任公务员而受撤职处分，其停止任用期间尚未届满；五、曾依本法免职或受撤职处分，但因第三十三条第一项第六款、第七款规定受免职处分于原因消灭后不在此限；六、曾受律师法锁定除名处分，其受破产之宣告或依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经法院裁定开始清算程序尚未复权；八、受监护或辅助之宣告尚未撤销；九、经相关专科医师鉴定，任由客观事实足任其身心状况不能胜任职务，但于原因消灭后不在此限。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三十条，
第三十条，司法院遴选民间之公证人，应审酌其品德能力及敬业精神。民间之公证人之遴选研习及任免办法，由司法院定之。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三条，民间之公证人任命后，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应予免职：一、受一年以有期徒刑以上刑之裁判确定，但受缓刑宣告或因过失犯罪者不在此限；二、受褫夺公权之宣告；三、曾任公务员而受撤职处分；四、受律师法所定除名处分；五、受破产之宣告或依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经法院裁定开始清算程序；六、受监护或辅助之宣告，其经相关专科医师鉴定，仍有客观事实足认其身心状况不能胜任职务，八、犯本法第七章之罪，经裁判确定。民间之公证人于任命后，经发现其在任命前有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至第八款锁定情事之一者，亦应予免职。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七十四条，第七十四条，请求人如使用公证人所不通晓之语言，或为听觉、声音及语言障碍，而不能使用文字表达意思，公证人作成公证书，应由通译传译之，但经请求人同意由公证人传译者，不在此限。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七十五条，第七十五条，请求人为视觉障碍或不识文字者，公证人作成公证书，应使见证人在场，但经请求人放弃并记名笔录者，不在此限。无前项情形而经请求人请求者，亦应使见证人在场。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七十六条，第七十六条，由代理人请求者除适用前三条之规定外，应提出授权书，事件非依法非受特别委任不得为之者，并须有特别之授权。前项情形其授权行为或授权书如未经公认证者，依下列方式之一证明之：一、经有关公务机关证明；二、于境外作成者，经中华民国驻外使领馆或经外交部授权之驻外机构，或经其他有权机关授权之团体证明；三、外国人或居住境外之人作成者，经该国驻中华民国使领馆或经该国授权之机关，或经该地区有权机关授权之团体证明。授权书附有请求人之印鉴证明书者，与前项证明有同一效力。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二十六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遴任为民间之公证人：一、年满七十岁；二、曾受一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之裁判确定，但受缓刑宣告期满而未经撤销或因过失犯罪者，不在此限；三、褫夺公权尚未复权；四、曾任公务员而受撤职处分，其停止任用期间尚未届满；五、曾依本法免职或受撤职处分，但依第三十三条第一项第六款第七款规定，受免职处分于原因消灭后不在此限；六、曾受律师法锁定除名处分，其受破产之宣告或依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经法院裁定开始清算程序尚未复权；八、受监护或辅助之宣告尚未撤销；九、经相关专科医师鉴定，任由客观事实足认其身心状况不能胜任职务，但于原因消灭后不在此限。第三十条，司法院遴选民间之公证人，应审酌其品德能力及敬业精神。民间之公证人之遴选研习及任免办法，由司法院定之。第三十三条，民间之公证人任命后，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应予免职：一、受一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之裁判确定，但受缓刑宣告或因过失犯罪者，不在此限；二、受褫夺公权之宣告；三、曾任公务员而受撤职处分；四、受律师法锁定除名处分；五、受破产之宣告或依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经法院裁定开始清算程序；六、受监护或辅助之宣告。其经相关专科医师鉴定，任由客观事实足认其身心状况不能胜任职务，八、犯本法第七章之罪，经裁判确定。民间之公证人于任命后，经发现其在任命前有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至第八款锁定情事之一者，亦应予免职。
第七十四条，请求人如使用公证人所不通晓之语言，或为听觉声音及语言障碍而不能使用文字表达意思，公证人做成公证书应由通译传译之，但经请求人同意由公证人传译者不在此限。第七十五条，请求人为视觉障碍或不是文字者，公证人做成公证书应使见证人在场，但经请求人放弃并记名笔录者不在此限。无前项情形而经请求人请求者，亦应使见证人在场。第七十六条，由代理人请求者，除适用前三条时规定外，应提出授权书。事件依法非受特别委任不得为之者，并须有特别之授权。前项情形其授权行为后授权书如未经公认证者，应依下列方式之一证明之：一、经有关公务机关证明；二、于境外做成者，经中华民国驻外使领馆或经外交部授权之驻外机构或经其他有权机关授权之团体证明；三、外国人或居住境外之人做成者，经该国驻中华民国使领馆或经该国授权之机关或经该地区有权机关授权之团体证明。授权书附有请求人之印件证明书者，于前项证明有同一效力。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公证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及第七十四条至第七十六条条文修正通过。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五案财政纪律法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财政委员会于107年11月7日及8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附于107年12月20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均由赖兆协委员申报担任主席。会中主席提案委员曾明宗说明提案要旨，财政部苏部长建荣回应委员提案，并当副委员执行会议邀请中央银行等派员列席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委员说明提案要旨及主管机关首长回应委员提案并进行询答后，经充分讨论，原完成审查。本案不需向我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赖兆协委员释报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赖委员释报补充说明。赖委员没有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议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财政纪律法草案，请宣读名称。财政纪律法，宣读完毕。照审查会名称通过。第一章及第一条。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健全中央及地方政府财政，贯彻零七预算精神，维持适度支出规模，严格控制预算税入税出差端及公共债务余额，谋求国家永续发展，落实财政纪律特制定本法。有关财政纪律之规范，本法未规定者，适用其他有关法律之规定。宣读完毕。照审查会章名及条文通过。第二条。第二条，本法用词定义如下：一、财政纪律，指对于政府支出成长之节制、预算税入税出差短之降低、公共债务之控制及相关财源筹措不受政治选举因素影响，必促使政府与政党重视财政责任与国家利益之相关规范；二、税制支出，指政府为达成经济、社会或其他特定政策目标，利用税额扣抵、税基减免、成本费用加成减除、免税项目、税负递延、优惠税率、关税调降或其他具减税效果之租税优惠方式，使特定对象获得租税利益之补贴。三、公共债务，系指公共债务法所称之公共债务。四、非营业特种基金，系指预算法第四条所称之债务基金、作业基金、特别收入基金及资本计划基金。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三条。第三条，本法由财政部行政院主计总处、审计部及相关机关依职权办理。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章及第四条。第二章财政收支第四条，行政院主计总处于发布正式总资源供需估测前，应邀请民间机构专家与学者进行外部评估。若评估结果差异达20%时，主计总处应提出差异说明。宣读完毕。照审查会章名及条文通过。委员曾明宗等、委员赖世葆等分别提议第五条、
委员王龙章等提案第四条均不予采纳，委员曾明忠等、委员赖世葆等分别提案第六条均不予采纳，请宣读第五条。第五条，中央政府各级机关立法委员所提法律案，但无增加政府税出或减少税入者，应先具体指明，弥补资金之来源。各级地方政府或立法机关所提自治法规，增加政府税出或减少税入者，准用前项规定。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六条。第六条，中央政府各级机关所提税制支出法规，应确认未构成有害租税惯例，并盘点运用业务主管政策公确之情形及执行结果，审慎评估延续或新增租税优惠之必要性。经评估确有采行税制支出之必要者，应就税制支出法规实施效益及成本、税收损失金额、裁员筹措方式、实施年限、绩效评估机制详予延期，确保其可行且具有效性。税制支出评估作业办法由行政院另定，直辖市县市政府应编制地方税税目之税制支出报告，列入地方政府总预算。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七条。第七条，各级政府及立法机关制定定或修正法律法规或自治法规时，不得增定固定经费额度或比率保障，或将政府既有收入以成立基金方式限定专款专用。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委员曾明忠等、委员赖世葆等分别提案第八条均不予采纳，请宣读第八条。第八条，中央政府非营业特种基金需依法律或配合重要施政需要，按预算法第四条规定，并应具备特指定资金来源时的成立，且向基金属新设者及特指定资金来源应具备政府既有收入或国库拨补以外新增涉足之裁员，且所办业务未能纳入现有基金办理。中央政府非营业特种基金之设立、保管、运用、考核、合并及裁撤，不得排除适用预算法、会计法、决算法、审计法及其相关法令规定，但本法施行前已定有排除规定之非营业特种基金不适用之。中央政府非营业特种基金因情势变更或执行绩效不彰，或基金设置之目的业已完成或设立之期限届满时，应裁撤之。裁撤机制由行政院另定之。直辖市、县市政府所管非营业特种基金准用前四项规定。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委员曾明忠等、委员赖世葆等、委员王龙章等分别提案第九条均不予采纳，请宣读第九条。第九条，预算案之审议应注重支出增加、收入减少之原因，替代裁员之筹措及债务清偿之规划。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委员曾明忠等、委员赖世葆等分别提案第十一条均不予采纳。第十条。第十条，法定预算之税入有大幅短收之情势时，行政机关应提出追减税出预算抵补差断，除立法机关另有决议外，不得以举债方式指引。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委员曾明忠等、委员赖世葆等分别提案第十三条均不予采纳。第十一条。第十一条，各级政府之重要公共工程建设及重大施政计划选择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报告，应依政府资讯公开法规定公布于相关网站。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二条。第十二条，中央对于财政纪律异常之地方政府应订定控管机制，且向异常情形控管机制由行政院另定之。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三章及第十三条。第三章，税入税出差短及公共债务。第十三条，各级政府应具体提出中长期平衡预算之目标年度及相关之税入税出结构调整规划，并公布于网站，变更时应具体说明变更原因及对于目标之影响。宣读完毕。照审查会章明及条文通过。第十四条。第十四条，各级政府为弥补税入税出差短及举新还旧以外新增债务之举债额度，应依公共债务法第四条、第二项、第五条、第七项及第八项规定办理，且向中央政府以特别预算方式编列年度举债额度，不受公共债务法第五条、第七项规定之限制，除特别条例施行期间之举债额度和计数，不得超过该期间总预算及特别预算税出总额和计数之15%，前额向各级政府举借之一年以上公共债务未偿余额预算数，应依公共债务法第五条第一项规定办理。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委员曾明忠等、委员赖世葆等分别提案第十七条均不予采纳。委员曾明忠、委员赖世葆等分别提案第十八条均不予采纳。
请宣读第十五条。第十五条，公共债务主管机关应按月编制公共债务报表，按月公布于政府网站。各级政府依公共债务法第六条及第九条规定订立之债务改善计划及清偿债计划，应于核定后公布之，并按月公布执行情形。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六条。第十六条，各级政府应按计于网站公布向特种基金调度周转金额期间及该特种基金之会计报表。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四章及第十七条。第四章罚则第十七条，公务员违反本法规定者，应移送监察院弹劾或纠举。宣读完毕。照审查会章明及条文通过。委员曾明忠等、委员赖世葆等分别提案第二十一条条文、二十一条均不予采纳，请宣读第五章及第十八条。第五章负责第十八条，政府虽入虽出或其决定违反预算法相关规定者，各有关机关团体的说明具体内容，函请审计机关依法处理。宣读完毕。照审查会章明及条文通过。第十九条。第十九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报院会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财政纪律法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健全中央及地方政府财政，贯彻零基预算精神，维持适度支出规模，严格控制预算税入税出差短及公共债务余额，谋求国家永续发展落实财政纪律，特制定本法。有关财政纪律之规范，本法未规定者，适用其他有关法律之规定。第二条，本法用此定义如下：依财政纪律，只对于政府支出成长之节制，预算税入税出差短之降低，公共债务之控制及相关财源筹措不受政治选举因素影响，并促使政府与政党重视财政责任与国家利益之相关规范。二、税制支出，指政府为达成经济社会或其他特定政策目标，利用税额扣抵、税基减免、成本费用加成减除、免税项目、税负递延、优惠税率、关税调降或其他具减税效果之租税优惠方式，使特定对象获得租税利益之补贴。三、公共债务，系指公共债务法所称之公共债务。四、非营业特种基金，系指预算法第四条所称之债务基金、作业基金、特别收入基金及资本计划基金。第三条，本法由财政部、行政院主计总处、审计部及相关机关依职权办理。第二章财政收支第四条，行政院主计总处于发布正式总资源供需估测前，应邀集民间机构专家与学者进行外部评估，若评估结果差异达20%时，主计总处应提出差异说明。第五条，中央政府各级机关立法委员所提法律案，大幅增加政府税出或减少税入者，应先具体指明弥补资金之来源。各级政府、各级地方政府或立法机关所提自治法规增加政府税出或减少税入者，准用前项规定。第六条，中央政府各级机关所提税制支出法规，应确认未构成有害租税管理，并盘点运用业务主管政策工具之情形及执行结果，审慎评估延续或新增租税优惠之必要性。经评估确有采行税制支出之必要者，应就税制支出法规实施效益及成本、税收损失金额、财源筹措方式、实施年限、绩效评估机制详予研析，确保其可行且具有效性。税制支出评估作业办法由行政院另定，直辖市、县市政府应编制地方税税目之税制支出报告，列入地方政府总预算。第七条，各级政府及立法机关确定或修正法律、法规或自治法规时，不得增订固定经费额度或比率保障，或将政府既有收入以成立基金方式限定专款专用。第八条，中央政府非营业特种基金需依法律或配合重要施政需要，按预算法第四条规定，并应具备特指定资金来源时得设立。前项基金属新设者，其特指定资金来源应具备政府既有收入或国库
拨补一位新增市组织裁员，且所谓业务未能纳入现有基金办理。中央政府非营业特种经营之设立，保管运用考核合并及裁撤，不得排除适用预算法、会计法、决算法、审计法及其相关法令规定，但本法施行前已定有排除规定之非营业特种基金不适用之。中央政府非营业特种基金因情势变更或执行绩效不彰，或基金设置之目的业已完成，或设立之期限届满时，应裁撤之。裁撤机制由行政院令定之。直辖市、县市政府所管非营业特种基金转用前四项规定。第九条，预算案之审议应注重支出增加、收入减少之原因，替代裁员之筹措及债务清偿之规划。第十条，法定预算之税入有大幅短收之情势时，行政机关应提出追减税出预算抵补差段，除立法机关另有决议外，不得以举债方式之应。第十一条，各级政府之重要公共工程建设及重大施政计划选择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报告，应依政府资讯公开法规定公布于相关网站。第十二条，中央对于财政纪律异常之地方政府，应订定控管机制，前项异常情形控管机制由行政院令定之。第三章，税入税出差短及公共债务。第十三条，各级政府应具体提出中长期平衡预算之目标年度及相关之税入税出结构调整规划，并公布于网站。变更时应具体说明变更原因及对于目标之影响。第十四条，各级政府为弥补税入税出差短及举新还旧以外新增债务之举债额度，应依公共债务法第四条、第二项、第五条、第七项及第八项规定办理。前项中央政府以特别预算方式编列年度举债额度不受公共债务法第五条、第七项规定之限制者，于特别条例施行期间之举债额度合计数，不得超过该期间总预算及特别预算税出总额合计数之15%。前二项各级政府举借之一年以上公共债务未偿余额预算数，应依公共债务法第五条第一项规定办理。第十五条，公共债务主管机关应按月编制公共债务报表，按月公布于政府网站。各级政府依公共债务法第六条及第九条规定，订定之债务改善计划及偿债计划，应于核定后公布之，并按月公布执行情形。第十六条，各级政府应按计于网站公布向特种基金调度周转金额期间及该特种基金之会计报表。第四章罚则。第十七条，公务员违反本法规定者，应移送监察院弹劾或纠举。第五章附则。第十八条，政府税入税出或其决定违反预算法相关规定者，各有关机关团体的续名具体内容，函请审计机关依法处理。第十九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财政纪律法草案修正通过。讨论事项第五案财政纪律法草案，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后，由委员登记发言，每位委员发言时间2分钟。第一位，请王荣章委员。主席、各位委员同仁，现行的财政纪律相关规范散见在预算法、公共债务法、地方制度法、财政收支划分法等多部法律，涵盖财政收支税入税出差短跟公共债务管理、税事支出评估以及预算审议程序等等的层面，但是多年来相关规定并未落实，甚至只有道德劝说的作用，没有实质规范的效果。因此本席认为确实有制定专法强化相关规定的必要。今天三读通过的财政纪律法包含下列五个重要的规定。第一，要求中央部会落实税事支出评估作业，地方政府的税事支出也必须在总预算中揭露，作为地方议员审查预算的重要参考。二，
订定非营业特种基金的设立条件与退场机制，禁止未来再以固定额度或比例将政府收入另外设立基金的方式制造小金库。三，债务举借应该按照公债法规定办理，规定特别预算的举债额度不得超过该期间总预算及特别预算税出总额合计数的15%。四，要求公职候选人或政党的政见，如果涉及大幅增加税出或者减少税入，必须具体指明裁员，并且在文宣中标示警示图文。五，订定对于财政纪律异常的地方政府管控机制，要求各级政府定期公告公共债务报表与偿债计划，向特种基金调借的情形也应该透明化。财政纪律是没有党派之别的共同责任，希望本法的通过可以促使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更重视财政责任，为国家谋求永续发展。谢谢。接着请曾明忠委员发言。谢主席，财政纪律法完成三读了，跟各位委员报告，稳健的财政是国家经济发展最重要基础，但是到去年底，整个各级政府的财政的债务非常的差，债务高达5兆5000亿，潜在负债还有17兆。那基本上到现在为止，整个对财政纪律的规范没有任何的法制，所以本席提出了财政纪律法的修正。那有关的修正内容包括第5条、第7条，法律提案假设有增加政府支出或者减少收入者，应先具体指明弥补资金的来源，才可以提出来，避免债留祖孙。第2、第7条，法律提案不得增加固定的额度或者比例保障，或者将政府既有的收入以成立基金的方式限定专款专用，将会影响财政的调度。另外第11条，政府重要公共建设或重大施政计划的成本效益分析报告必须公布在政府的网站，必立各界的监督。另外假设公务员违反相关的规定，第17条明文必须移送监察院弹劾或者纠举。所以希望建立财政监督纪律的法制，希望一起来监督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希望透过这个立法之后，政府能够将财政的资源做适度的配置，维持适度的支出规模，来维持国家财政的稳健，来进一步让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能够维持永续的发展。谢谢大家，谢谢。接着请赖世宝委员。谢谢主席，主席各位先进。那么呀，这个法是不分党派，那么大家一起来完成立法的。其中包括曾明忠委员、王龙章委员，还有本席，我们都有提案财政纪律、财政纪律法啊。财政纪律法，我在立法院十几年的时间，这一段时间我的感受非常的深刻，那就是几乎每一届，我们都有不分党派的委员都会提出来。我们地方政府举债举太凶了，中央政府举债举太凶了，怎么办？我们的财政不健全，而且大家都知道，财政是庶政之母啊，所有的建设，中央政府的建设、地方政府的建设都需要钱，所以钱的
来源权的管控非常重要，这里面特别第五条，我在这里也提醒在座的所有的立法委员们，这次的财政纪律法规范到大家，我相信大家对一个法案都很有兴趣，那就是所得税法十七条之四，那一条里面就是扣除额，我们大家说这一项要扣除，那一项要扣除，请问钱从什么地方来？同样的，地方政府就动不动拼命举债，然后就债留下一届，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地方政府他们的举债债务余额马拉斯几千亿，我们又看到县市政府他已经几乎破产了，薪水发不出来，所以这一次的财政纪律法能够修正通过是有它时代的意义啊！我在此呢也就呼吁我们各级的政府，大家要注意财政的管控。接着请陈怡敏委员。好，主席各位委员哈，很高兴我们朝野均有共识，能让这个财政纪律法完成三读哈。当前地方政府债务状况，以高雄市的负债最多，非自偿长短期的债务长达2600亿，占整体直辖市近半，平均每个高雄市民负担9.4万元，无论是债务的金额或平均的负担，都是台北市的2倍以上。这还是前年我们陈局市长达成上任以来11年来首次零举债的一个政绩哈。那高雄长期的低薪、产业萧条、人口外移、大众运输使用率低落的状况，却没有在这样子的大肆举债的建设后受到一些改善哈，投资也缺乏效益，恐怕是最需要检讨的。所以呢，财政纪律法的修法是实在的有非常重要哈。那财政纪律其实是攸关总体的经济稳定跟国际竞争力。目前虽然我们定有预算法、公债法、财会法相关的法规，但是屡见各级政府没有遵守财政纪律，尤其是此次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收割前任的财政健全方案的这个成果，将增加举债的限额一举的用罄，以特别预算的名义编列长期建设的计划，草率的评估，规避法规的监督。同时呢，财政部又以促进投资为名推动减税方案等等，这些我们都认为财政纪律必须要坚持，如何落实预算的平衡，让各级政府切实的遵守才是至关重要，订定财政纪律法是时候哈。所以本席在这边也是要呼吁各级政府能够重视财政纪律，好好规划。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6案，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于107年12月19日及20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会议由吴兆景委员昆玉担任主席，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等分别应邀列席说明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及询答后，对法案进行审查及缜密讨论，经在场委员充分沟通交换意见后达成共识，将全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本案于院会进行阅读前不需交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吴兆景委员昆玉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吴委员昆玉补充说明。吴委员没有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
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请宣读第四条。第四条，主管机关采行之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措施，应以风险评估为基础，符合满足国民享有之健康安全食品以及之的权利，科学证据原则、事先预防原则、资讯透明原则，建构风险评估以及资议体系。前项风险评估中央主管机关应召集食品安全独立与风险评估等学者、专家及民间团体组成食品风险评估咨议会为之，其成员单一性别不得少于三分之一。第一项咨议体系应就食品卫生安全与营养、基因改造食品、食品广告标示、食品检验方法等成立咨议会，召集食品安全、营养学、医学独立、风险管理、农业、法律、人文、社会领域相关具有专精学者组成之，其成员单一性别不得少于三分之一。咨议会委员议事之回避准用行政程序法第32条之规定，咨议会之组成、议事程序与范围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中央主管机关对重大或突发性食品卫生安全事件，必要时得依预警原则、风险评估或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公告对特定产品或特定地区之产品采取下列管理措施：一、限制或停止输入、查验、制造及加工之方式或条件；二、下架、封存、限期回收、限期改制、没入、销毁。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四条，主管机关采行之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措施，应以风险评估为基础，符合满足国民享有之健康安全食品以及之的权利，科学证据原则、事先预防原则、资讯透明原则，建构风险评估以及自议体系。前项风险评估中央主管机关应召集食品安全独立与风险评估等专家学者及民间团体组成食品风险评估自议会为之，其成员单一性别不得少于三分之一。一、第一项咨议体系应就食品卫生安全与营养、基因改造食品、食品广告标示、食品检验方法等成立咨议会，召集食品安全、营养学、医学独立、风险管理、农业、法律、人文、社会领域相关具有专精学者组成之，其成员单一性别不得少于三分之一。咨议会委员议事之回避准用行政程序法第32条之规定，咨议会之组成、议事程序与范围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中央主管机关对重大或突发性食品卫生安全事件，必要时得依预警原则、风险评估或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公告对特定产品或特定地区之产品采取下列管理措施：一、限制或停止输入、查验、制造及加工之方式或条件；二、下架、封存、限期回收、限期改制、没入、销毁。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四条条文修正通过。报院会上午会议进行到此为止，下午5时处理临时提案，现在休息。